大家好，回来啦，噔噔。一人纳豆一月因为脑出血住院三个月，日前顺利出院返家，康复后开始啪啪走行程，其中一站当然要去看一下自己演的电影啦。纳豆女友依依昨晚在脸书社团 po 文，和纳豆一起去看电影《头七》。阿公什么时候走的？上礼拜三晚上，已经四天了。你知道你妈当时为什么离家不回来吗？电影虽然恐怖，但小两口意外甜蜜包场。依依在脸书写下，很幸运那天全场刚好只有我们两个，意外省了包场费。坐下前把四周环境消毒好，也提醒豆不吃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。疫情期间每个小细节都是很重要的。看完电影之后，依依问纳豆觉得自己演得如何，豆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地回我说，我觉得我可以表现得更好。听到这句话真的很感人。依依也感性表示，很期待纳豆下一次重新登上大荧幕的时刻，到时候纳豆一定会更加灿烂耀眼。